来到 Eric 第一名。那这次我是第一次跟那个 YouTuber 合作哟。那我们今天是要来玩这个游戏，企鹅球。对，迷你版的企鹅球。你上午根本就没有介绍我是谁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萱萱。对，没错。应该从这边打开。啊。今天是他的场景吗？我们现在在爷爷，我爷爷家里面。那就先把这个超迷你的企鹅这、啊、全部都蓝色的给大家看一下。大家如果看燕的频道的话，已经知道我的那一组企鹅当多丑了。你不要一直推广告啦。来，我们放前面一点给大家看吧。好，就放这样。但我觉得放后面一点会，好吧，随便，那就放前面一点好了。那这样子的话，把企鹅放 OK 了。我记得我之前玩的时候，企鹅常常会倒。OK， 那来给你吧。那我们今天就来玩这个迷你版的。先趴着。从 Emiko 开始吧。我这转到的是白色。白色一个。好了。换我。啊，不要。好吧。其实我还蛮想抽的。啊，白色，很简单，不觉得吗？哇，来敲轻一点哈，不得生气气。我一次跳到四个了。蓝色。哎呦，这么简单，那我考得到姐姐哦。考不到姐姐啦。每次都会这样子。随意。各一个吧。没有，是随意。好。好，超级。换人家。白色，白的。我觉得你用这头敲比较好。我看，等一下企鹅就掉了。好，就这么一个，考不到姐姐的。好，这是白色。你要先考到。对，我们还有惩罚，惩罚对不对？惩罚什么的？惩罚是要对着这只企鹅告白30秒。到我们这样子啊？我问你。有啊，网上的 YouTuber 都这样做啊。好，我定时。我不要。没有，我刚移动。哦，好哦，我相信你的，随意的。你知道世界上有个人叫欧尚，算了，他不要投资了，那就跟你讲。换一个，你把这比较简单。哎，这边有一个掉。下去。哦，感觉好危险。好，白色。哦，掉了。他自己掉了耶。Yeah，那我不，你算算了，蓝色，你知道？算了，还是先不要回家。哇哦，考不到姐姐的，禁止，那就不用了耶。白色，我觉得很危险。嘿嘿嘿，我也觉得很危险，姐姐不行。哦，掉了一个蓝的。考不到姐姐的，白色，相信你会死。哦，死了啊！我要对企鹅告白30秒。进行惩罚吧，企鹅就待在这里吧。大家看到企鹅吗？好像看不到哦。企鹅在这里，来，我收拾一下场面了。好，现在开始。等一下，告白的时候场面不该这么混乱。我来。好，开始吧。我把场景好。企鹅，我爱你。你是我一生中最喜欢的一个人。6、7，不用计时啊。企鹅，我好想跟你亲亲，你是我最喜欢、最爱的一个人。你的尖嘴让我好想亲你。太好笑了！那两个封存上了。
好像有不敢。那啊，好好，那这次我们影片到这边结束。那要记得要订阅 Eric 第一名，还有小飞小星星哦。对啊，记得订阅。我应该已经改成星星 Subscribe 了，但是我的手上还没有。好吧，那拜拜，这次影片到这边结束。